请合掌，请对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心顶礼。起教阿难陀尊者。一心顶礼。不动甘露上师。一心顶礼。星慈大师。好，请奉敬。那么能够来啊，要放大蒙山。那么利用这个机会，把大蒙山的简单的缘起，还有简单的一些需要讲解的内容啊，各位刚盖起来，然后我们大家就很真心的来做大蒙山。那么大蒙山的缘起是因为阿兰有一次打坐的时候拄着鬼啊，面然大事。那么其实这个鬼是观世菩萨的示现，那么要阿兰知影鬼就会痛苦，那么要怎么来帮助鬼道。所以那时候的佛他来请阿兰来请示佛，佛就说过去佛在做婆罗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来跟这个婆罗门讲到帮助鬼道超度的法门，那么而衍生了咱现在有这种所谓帮助恶道众生的啊，水陆法会啊，啊，棒养靠啊，大蒙山啊，乃至现在佛寺里面每天都要做的小蒙山啊，布施轨道。那么为什么叫蒙山呢？苏西兄是有一位印度来的法师，是修密宗的，因为印度到七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流行密法。以对印度来到中国，那么来到中国以后，他弘扬密法，当时候有困难，但是啊，他认为不了解显教，要来弘扬密法可能有困难，所以他专心的学习了显教，包括他的外表，包括中文的经典，都能够甚深的圆满。那么圆满以后，再把一所了解的密法的度众生特别轨道的方法加在这里面。所以各位听我安尼讲啊，这一位不动法师，那因为他帮助轨道离苦得乐，所以后人又称他叫甘露大师啊，那布施这些甘露来让轨道地狱道众生离苦得乐。但是各位田湾来讲，这一位上师仁波切哦，非常的伟大善巧。你看，伊变成一个中国人，穿中国人的衫，讲中国话，乃至对中国的显教的经典甚深的研究，啊，再把他本来的秘法来利益众生的加入在里面，而被中国人接受啊，啊，而这个今嘛现代这些。啊，弘法的仁波切就不像讲了，啊，一般的弘法人切因为有经济财务压力来到台湾，也没有办法研读我们中国显教的这些很好的修行方法，他只是来传密法，那这样呢就不能生根呐。所以这个不动法师在宋朝的时候进到中国，然后这样子的跟中国佛教合为一体。然后又把密法啊融入到这种显教基础，而变成显密圆融，那么而写出了这个大蒙山诗史啊。所以各位呢，机会到四川蒙山啊，啊，这位不动法师的塑像，也是汉人的塑像啊，那这样啊，能够把这个佛陀的教法啊圆满的变成整个中国，谁不放蒙山呢？这才是真正的啊，一位仁波切了，啊，但是他是来自于印度的，所以
各位来看大蒙山诗词仪轨说明啊，这里面有下面啊。一，郭诈宋朝时有不动上师，住在四川门蒙山啊，那斩精为普济幽灵，集结啊一切堰口及密宗诸部，集成蒙山诗词啊，成为禅门日诵啊。一般我们中国讲净土宗禅宗，一般寺庙每天念诵的啊，一直到近代又有新词大师有力唱蒙山诗词，又给他加入后面有六番的开示，合起来叫大蒙山诗词啊。所以这个蒙山诗词也是菩萨道，应该还可以细讲啊。那么第二就是释放大蒙山诗词中间有一法坛，那就把有后面有法坛上供佛像啊，中间呢啊放的香花石果香炉烛台，那几块尊比白米清水各一杯啊，白米清水各一杯，然后请到具足戒的大和尚主坛说法。那么标准是大和尚啊还不能坐在佛前呢，大和尚啊坐于佛像后啊，佛摆在前面，所以郭诈法师说法不能像我们这样坐在中间呐 啊，叫做坐旁边啊，在那边说法。但是近代变成这个习惯，不过我们都知道古人尊敬佛啊，维挪乐众师等分坐两旁，大众随喜尽得参加啊。那么法坛对面就是说南京方后边看去设一个孤魂台，那么这个孤魂的供十方法界六道群灵之位，那么起香以后就要用黄布或绳子围在法坛，我们就不能接近啊，让那些要来受超度的诸鬼神在那边礼拜忏悔闻法受持无诸障碍，方得大利益啊。那么在灵前要放的水饭菜，这东西注给需烧熟得味，为什么要有味道才行？因为鬼道不是吃哦，我们食物分作断食啊、促食、湿食、意识食，那鬼道呢不能断食，为人类跟畜生道是直接加叫断食啊，那其他的只叫促食跟湿食，那鬼道跟天道一样用吸的，用吸的啊，所以要烧熟得味，不得供生菜啊，而且又失轨道以误害饿死啊，就是越暗越饿，五点七点那就七点高点啊，没有太阳，傍晚像现在这个时间。那么等一下我们在第一段完以后休息止境施食开戏，就是要念辨识咒啦、甘露水咒，任何人都不可以喝水，那是吃东西，切记切记。为什么呢？因为各位这应该在就是暗时啊，那你吃东西不要出声音，那出声音啊，佛经讲那鬼因为咬足久啊，你若听到那个你吃饭菜碗碟声，伊马上就喷血，真痛苦。因为饥饿的饥渴一起来啊，马上就喷火，因为它有那个业力，你不要起饥渴就不会吐火。你看鬼偌痛苦，明明八道腰。要外面去，只要看到饭菜，伊就吐血；看到饭菜，伊就吐血，啊，乃至喷血，这样子的业力的痛苦。所以很多出家人过午不食，真的是大慈大悲了，啊。那我们要施食，能脚枪无流无边的鬼道、地狱道众生来，他们更是可惜，更是可怜。所以我们在八关斋戒来做大蒙山，更加好啊。那各位马告义刚，你袂使讲，我今日无修八关斋戒，所以会使食，歹势，转去食。因为今天我们要放大蒙山，你就算义工没受戒，也不能在这边动碗筷，袂使食啊。在戒场里面，这个要注意啊。我以前拢袂记搞台义工讲啊，算算，有阮都无修戒啊，啊，但是这样不好啊，不好。所以。大蒙山一开始啊，咱第一啊，咱当然杨枝净水，首先来请观世音菩萨啊，那么慈悲，那么来
啊，眼睛都牛啊，就念呢这个大悲咒啊，然后再来我们要到灵前啊，第一阶段呢先布施食物啊，第一阶段的施食，那施食完以后，哎，我们从后面开始讲好了啊。哎，请各位很加细怎么样，就是正式的施食啊。第一个阶段我们是那么礼请阿弥陀佛，还是讲阿弥陀经赞叹的超见，那第二阶段呢就是对法界众生的施食啊。细怎么样，首先啊，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念华严经的这个记忆啊，这个记忆嘛，就颠果在过去有一个人，那么他突然暴毙生病，死去，死去后，就两个无常鬼啊，就给他揪他地下，揪他地下迄阵啊，突然有一个光头，身躯发金，拿着西藏的示现，迄地藏菩萨来给他讲啊，来，我即马收予你一句记，你背好条，背好条啊，对你有帮助。结果已经给背起来，就这一句句话。然后这个受苦的中医生啊，被拉到地狱阎罗王面前的时候啊，阎罗王说，我要判你下地狱，你的业报回款，你有什么功德给我看看。结果这个人说，我没什么功德，我都要背顾记忆，希望有功德，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转。那供完了呢，阎罗王说，你不属于这边，都要上等地，回阳三天以后回阳，他才知道说，哇，一句句功德就那么大。因为这个人虽然做了不好的代志，但是曾经有一遍啊，看人咧拜地藏王菩萨，爱圣蒙圣，伊嘛画一张地藏王菩萨啊，安尼来供养地藏王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在伊要入去地界进前现出来救他，就会念这句记忆，所以脱离了地狱。所以我们现在度地狱道、度鬼道众生啊，拢念这句记忆，晓得吗？这句记忆是整个佛教的重点。为什么？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你的心啊，在这个万分造业，你的地界，你的心在这种的啊贪心无满足，那么你的轨道，你的心啊见爱会痴执着畜生道，你的心啊有不起受我改啊。心态可能生在人道，但是人道虽然受五戒，但是欲望不能满足，有意要有恶啊！你的心，我改个修习，想要破息在天道，但是你的心在嫉妒怀疑的时候，哎，你在阿修罗道；你的心在于要啊体悟无常解脱啊，就在声闻道；你的心在于了解因缘生灭，在缘觉道；你的心在修六度陀罗蜜，愿意利益众生，你走入菩萨的心态。啊，你的心在于法界空性平等哦，常寂光净土，你就走入佛的境界。所以心造一切，各位这同要紧哦。现在讲这句比较紧呢，你起码落去地下，惊下要死。但是如果你的心起了一念善心的时候，这个善心就把你脱离地狱了。所以各位，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虽然是定业一定要修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忏悔心，加上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力，你马上就脱离地狱。所以心创造一切，所以就开始啊，我们呢、啊、就把念这些偈语，那么所以华严经啊，光一个偈语就这么重要了啊，何况你读诵整部经典啊，所以就开始念完这些偈语，马上来念破地狱真言。所以各位在念破地狱真言的时候啊，你要观想这个地，这个咒的力量一现出，那个光就照出去，照了整个地狱。那么这个破地狱真言，各位的两位尊啊，在观想那个红色的哈粒子，那今晚生命电视台的午夜的哈粒子，各位要下不要下啊？啊，这个哈粒子设置，这个设置就红光从你的手，你那玩意打手印，就是你的右手拿出来啊。嗡敲了地也说哈，弹一指，一弹指啊，这个红色的光就把整个地狱啊
给打开打破啊，所以你要观想这个红色的光昂西给在你的心月轮啊，然后啊当你念完这个咒下去的时候，弹指出去啊，那么就像太阳红光触照整个地狱龙改破坏，那么一切友情听到这个嗡切拉地的沙后，不是破就算了，他也被这个红色的哈利子这个佛光照出了他的本心，他也升起了佛性，所以开始行了印观法界性，一切为心照，先把我们的这个心加入在这个咒里面，一听到这个咒他马上脱离地狱啊。所以各位点来底哦，这个种子字，种子就是成佛的基因啊，啊由这个色字，色字哈利子就看到莲花，看到佛像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左手的金刚拳手印放在腰啊，各位腿扣总不能不方便，那至少右手嗡切拉地也说哈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佛的心变成像红莲花，那莲花的叶子八万四千都散出了光，那么这些光在念这个破地狱咒的时候，就照出了一切轮回的众生，包括地狱道，那么这被这个佛光一照，受苦的众生呢、啊、就升起了这个佛性感召，马上就脱离地狱轨道，乃至八热八寒十八小地狱通通破掉。所以各位点来念哦，啊，这个咒不是说法会在念，你想到你愿意嗡切拉地也说哈，嗡切拉地也说哈，然后啊这个红色哈利斯光啊一直遍照整个世界。那念完破地狱咒，那么以后叫普昭请，那么波波地地切里多里但他也对，那么这个普昭请的时候一样，左手如果各位脑丘左手啊一样是金刚拳手印放在腰间啊，然后右手就是这样啊，第一第三相念，然后其他微微弯啊，念的时候念的时候招请，那个时候观想白色的哈利子，白色的那个哈利子代表观世音菩萨用白色的，然后套给你这个手指头，把这个白光那么散出去，那众生啊六道轨道众生就看到你这个光被你光吸过来啊，因为这个他只要照出到这个光全身快乐啊，就赶快要过来，所以就借着你这样白光一直出去，那么不对对对对对对对，白色哈利子的光就勾招众生啊，招请十方法界六道孤魂同来到场，透过这个魂根跟咒语的加持啊，所以我们在念这个普昭请真言的时候，那就要升起一个慈悲心，乃至发起一个广大愿，这是我们要的前行，一个是悲心，一个是我要度你成佛，那么一切鬼神就被你这个自力，你这个慈悲心跟广大愿，包括佛力啊咒光的加持，而就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普昭请啊，那么普昭请念完以后就是解冤结了啊，各位要知道了，生命的轮回一切众生皆有缘，皆有缘啊，那么既来到现场啊，有些碰到亲人，有些碰到冤亲债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念解冤结的时候，我们的手势各位都知道啊，每次念到最后一个字啊，嗡算多来确多萨婆喝啊，然后打开弹一个啊，弹一个，那念的时候心也要加观想，手就有手印了、哦、心一样是哈利子观音菩萨的爱，哈利子的白光啊，那么就放出去，你手啊照出你的手，照出一切对立冲突的众生，他们都秉承了佛光跟咒力的加持，无始劫来的冤结啊，一时冰消清净啊。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各位长来拜追场啊，这个悟达国师啊，跟过去的啊这个造错，那么十
被子的烟结解不开啊。那么那个时候碰到了迦诺迦尊者，那么给予三昧法水。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也是这样子的佛光，让他们的两个冤结啊消除。那么消除啊，大家各得法位，所以解冤结啊。那么解冤结念完了第一段的开示，那第一段开示完，那叫迎请三宝。但是迎请三宝的时候，请各位看那个时候念的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四十六页。四十六页，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各位要知道这一部经啊，是佛在菩提树下成正觉，那么所讲的第一部对大菩萨所讲的经典。那么这一部华严经啊，不是世间传下来，是龙树菩萨到了龙宫所请的一部小小的，因为华严经分三大部，大中小，那么龙树菩萨所请回来不过是小部的华严经。我们现在读了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那其他的啊很大部、中部了，实在是量太大，请不回来啊。那么这个华严经光念经名，你一念经名的全部经的功德啊皆摄住。所以光念这个经名，所以各位两位主来观想华严经啊，整部在空中放光啊，啊，光这个法宝的力量能够照触到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他们呢通得离苦。那华严经句的一句，乃至念个若人欲了之，乃至念个往昔所造诸恶业，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力量啊。所以各位呢，一切经的经名啊，都是整部经的功德所在，所以能够念得越多当然越好。那么再来要帮他们皈依三宝，礼请三宝本师释迦牟尼佛，乃至起教者啊，帮助鬼道的观世音菩萨，乃至明阳救苦。这个明就代表三恶道，阳就代表我们天道人道啊，阿修罗道、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啊，乃至这样子来帮助恶鬼地狱道的是由阿难所祈请，然后再来要帮他们皈依三宝啊。那皈依三宝，也对三宝的信心，就可以不堕落三恶道啊。再来就带着他们忏悔啊，忏悔完以后发四弘誓愿啊，然后最请翻到六十一页。那么帮他们忏悔完以后，我们就要让他们恢复清净，就要布施食物给他。那布施之前，那么就要消除他们的业障，有定业跟说一般的业障，所以首先念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所以这上面写的念二十遍、二十一遍，念的时候观想六道群灵无始定业悉皆破除。嗡波拉摩林托林梭哈啊，那是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那念完灭定业真言以后，那我们要念观音菩萨灭业障真言，念下来嗡阿罗罗吉梭哈啊。那念的时候，那么地藏菩萨的种子字跟观音菩萨的种子字龙中一样，色字，色字啊，只是观想的时候，地藏菩萨的种子是你在念嗡波拉摩林多里娑婆诃的时候啊，那你要观想你的新月轮这边有一个蓝色的哈利子，蓝色的哈利子，然后念这个真言的时候，它的手印，各位哪边哦也可以，就是、啊、金刚手印，然后啊，两只手指头弯下来。就是食指弯下来，拇指压在上面，啊，后面三只这样啊，灭定业手印，灭定业真言。然后打这个手印的时候，由你的新月轮啊，跑出一个蓝色的哈粒子，然后透过你的手印，这个哈粒子就照触任何苦道众生，让他们呢定业
皆消除，恢复清净，恢复清净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很大的信心。那么，然后灭定业真言念完以后，念观音菩萨灭业障真言啊。那观音菩萨灭业障真言也很简单，就是刚刚那个灭定业真言是怎样，他所有的讲就三句拗落去啊，然后一样，前面一样是这样。好，拇指这样相靠，哎，这食指靠拇指压着，然后后面三指压下去啊。这个念嗡阿罗卢举梭哈，那那个时候观想的是白色的光，一样是哈利子的光啊。那么照处一切众生，那两位尊啊，这白色的光，各位观想哦，跟他白五灵同款，照着一切归到地狱道的众生。这个白无灵啊，灌在身躯落去，伊个垃圾的业种，乌的就给挤出来，犹如黑色的墨汁啊，逼出来，然后连头壳都拍开，头壳一拍开啊，这个黑色的墨汁加上白色的牛奶，就产生黄色的啊，然后进入地底剂，乃至给冤亲债主吃啊，一直恢复清净啊。所以在念嗡阿罗罗举梭哈的时候。那么这个灭业障咒的功德，佛陀说，各位来的消业中，念一遍嗡阿罗卢举梭哈，就拿一片花，比如说头前有一尊佛像，就把这个花丢在佛的脚上面，一天三遍啊，一天三遍，连续这样念一天三遍啊，念个21遍嗡阿罗卢举梭哈，丢一片花，一天三遍连续做一礼拜，那么你的一切业障乃至堕落地狱的业障皆消灭啊！就一咒一花啊，嗡阿罗卢举梭哈，然后丢一朵花放在佛的脚啊，念21遍，然后每天做3遍啊，就细念经做几遍，还可以这样讲，早中晚也可以，然后连续做7天再记起来哦啊，那这样消业障。那过再来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也可以，每天供养三宝，然后念21遍啊，嗡阿罗举梭哈，嗡阿罗举梭哈，每天21遍，那渐渐的一切罪障也消除啊。那么再有一种方法，如果你最近业障真重，你愿意的话，那你就一次念满8000遍，一次念满8000遍可以消除一个重业。你要念8000遍，用阿罗尼就说哈，简单嘛，一天就念完了，啊，就消除一个重罪业。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讲你去做一个塔，一走长就哈你等就好啊。塔，那就各位去买嘛，在这个塔前，那么念800遍，啊，你去在塔供养一个塔，以前他们都是绕塔。啊，一直绕，念念嗡阿罗举什么？嗡阿罗举的绕塔念800遍，嗡阿罗罗举说话，一切罪障皆消灭。啊，乃至发大心的菩萨为众生呢，那念这个灭业障真言的一个助缘，就是要一个法力，就是要造佛塔。除了供花，就是造佛塔。那么你能够发愿这一辈子造10万佛塔，乃至在每一佛塔面前念完3500遍的灭业障咒，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一直直至成佛啊，我下面后处呢，所求皆如愿，一切修行悉地圆满啊，就说那你这样行菩萨道就很方便了啊，完全没有障碍，还具足一切福报资粮，所求如愿。那你所得到的都是最上成就，最上成就，所以就是造10万塔，每一塔念3500遍，啊，那各位也很简单呐，啊，你就算没造塔，只要看到塔，你就在那个塔面头前念800遍消自己的障业，念3500遍回向众生啊，那最快，这个就是嗡阿罗卢举梭哈，那么顺便提养啊。那么念完灭业障咒以后，就是开咽喉啊。那么念开咽喉的时候，那各位要观想
白光，白色的光，这个念的是嗡阿吽的阿。那各位阿阿阿弥陀佛，你就干脆写中文就好了。啊，好像有个中文的阿。那如果哪一天你学梵文、学藏文，也学最好啊。那么就开始念开咽喉咒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啊、就洒水出去啊，用倒数第二支啊点水。那么有一个写法，用中指也可以啊，用末指也可以，就是加一点水，然后观想白色的阿放光，这个水一弹出去呀、啊，那个水珠里面就放出了白色的阿的光，遍满虚空。那么无量无边的轨道被这个白光一照触到，身上的痛苦业火消灭，喉咙打开啊，清凉润泽，通达无碍，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各位在念的时候，观想，如果你手上有食物，就打这个莲花手印啊，你手上老就不会醉啊。然后观想，哎，在这一盆水是一个莲花，白色的莲花啊。然后念三遍，就弹三次，就相当把它我会喷水池啊那样啊。你要观想你这个白莲花喷出了这个水，然后透过你的手，把这个清凉甘露普遍十方洒出去，一切鬼道、地狱道猛火消灭，咽喉得开，得无部位，而能够吃下一切食物，食物一吃下皆得饱满，就开咽喉咒。那么念这个开咽喉咒，那么也得到了十种的利益啊。那么开咽喉咒念完，要念一个咒，来给我念下来，嗯，哦，三昧耶，萨埵梵。唵三昧耶，萨埵梵。唵三昧耶，萨埵梵。各位，这个一定爱背啊，太简单了吧？哈、啊，你哪要念这个咒，一切秘法、秘谈，你都可以参加；一切秘法、未经灌顶，你都可以念。啊，那如果你愿意再念大轮金刚，黑马北北空经能念21遍，但是我看经书哦，统对流之类了。你只要嗡三昧萨埵梵念7遍，一切密法、密谈、密咒，你都可以念，不成道法。啊，你看到吗？啊，因为你在念的时候啊，诸佛菩萨帮你开光啊，大圣无成佛之道的戒体你得到了，啊，有这个戒体，你就可以承载一切法，啊，所以《金刚顶经》说，念这个咒，嗡三昧萨埵梵啊。在各位的第几页啊，三昧耶戒真言啊，念一遍就如入坛场正三摩提，那个时候只要念一遍，一切善法皆悉满足，三句境界同时成就，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句境界啊。那个时候你只要念一遍，你的身体如同普贤菩萨的功德一样，哦，三昧耶萨埵梵啊。如果你这个人乃至出家破众戒，希望恢复清净，很简单，你只要念诵7遍嗡三昧耶萨埵梵，马上啊戒障消除，恢复清净。你看我这酒罗药品啊，对我们有这个利益，对鬼道地狱道更是这样子的利益啊。所以无畏三藏法师特别写下来，他说这个三昧耶戒只要两三本，那么你就可以听闻一切戒法及一切密法，你都可以听闻接受灌顶啊，亦能具足一切菩萨清净律语，哦，非常重要。来，所以我们来念，那么念这个戒的时候，各位如果要打手印一样是金刚钵，金刚钵就是两手转合掌，然后中指密合，中指把它伸出来，那其他呢就把它拨在一起啊，把倒定了。那个时候念7遍，那念7遍的时候，如果各位要观想呢啊，白色的光啊，这个白色的啊，看，那么阿拜各位叫欧了啊，那你等一下再念，我会交代各位白光。然后在念的时候啊，这个白光透过你的心手指头，哇，照处一切。然后观想诸佛光一照出一切众生啊，
都得到这个金刚光明三昧宝戒，众生啊身心清净，身如普贤菩萨啊。所以还有一种观想，就是你在念这个三昧耶戒的时候啊，观想十方这个转世改的一切善法都汇集到你的头顶，汇集到你的啊这个手印手心里面一样啊。一念的时候啊，大地震动，那么大地震动啊，他们这些包括我们的身上的罪业啊，包括破大戒都净除，那么净除以后，这个善法功德跟我们在受八关斋戒一样，拢回去别人的头壳顶啊，有如大梵盖一样盖在我们头顶。然后一直念的时候，第一个大地震动，大家恢复清净；第二看到一切善法光明；第三个这些光明耶戒啊，通通进入我们及一切众生的定门，从轨道跟我们的流入我们的意识海，用为佛种啊。所以我们要观想佛放光，修到那里，我们这些牌位通通被灌入佛光啊啊，他们都得到成佛的三昧耶戒。那么你得到这个三昧耶戒以后，各位一定将来一定可以成佛，等于入了如来位，这位啊为真正的佛子，身如普贤文殊啊。从今年以后啊，做事完全不离佛法。所以各位这个戒来，我们来念七遍啊，嗡三昧耶萨多梵。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大蒙山，各位的一切啊咒语啊手印啊啊入此清净秘密坛场啊，皆得成就啊。我们念七遍来，嗡三昧耶萨多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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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三昧耶戒啊。那么再来，他们得到三昧耶戒以后，我们叫布施食物，念辨识真言啊。那么辨识真言，各位都会了啊。在有一部经叫《施诸恶鬼饮食及水法仪轨》里面共有，那那两者的辨识咒两三遍，一切归行，那么拢有法度得到食物加持啊。所以这个辨识咒又称为一切德光无量威力咒，那么念这个辨识咒，那么你念一遍就等于布施了巨资，那就是无量无边百千恒河沙数诸恶鬼道。你给他念几遍啊，这无量无边的恶鬼都接受你的布施，乃至人间的婆罗门仙，婆罗门是看得到啊，仙是跟他天神山仙啊，乃至六十八巨支那，超过恶鬼道了六十八倍，百千恒河沙婆罗门都接受你的布施啊。所以经常念这个咒的人呢、啊，诸根具足，圆满吉祥，包括鬼道，鬼道只要听到你念这个咒啊，他的六根恢复了，不然断手断脚，眼睛少一个，一念完这个辨识咒加持啊，诸根具足，圆满吉祥，而且吸蛇鬼身尽得升天。各位这个酒精要紧哦，这鬼都得啊，都马上脱离鬼道啊，念这个辨识咒尽得升天。而布施者，咱这个念这个酒的人啊，当自护身，你随时啊都得到了防护，不会遭受灾难啊，当自护身。那么如果念满七遍辨识咒，念满七遍，一切鬼道得到多少食物呢？就是印度十六大国最大的国家叫摩多杰国，摩多杰国所用的那个装大饭大米饭的那个大斗，等于七七四十九斗。你看他念七遍，每一个鬼都得到七七四十九斗的米饭来享用。那吃完这个米饭，马上的升天，就叫是水源翁心净土啊。所以这个辨识咒功德很大，每天念七遍，有法度令布施者业障消除，精益寿命，
现世无量福，何况来世啊？所以各位要有大信心哦啊！所以这辨识做的功德，我以前有讲过了啊，就不再重复。不过经典讲念三遍也好，七遍也好，同好圆满念二十一遍。那么你来念圆满二十一遍，咱所供养的物质食物都变成天甘露，拢是天顶同好食的物件，如须弥山这么多。这样啊，在供养一切众生啊，所以首先念三昧耶戒，这个三昧戒念完哦，他们恢复了这种啊庄严的外表，所以念这个三昧耶戒也是让这些鬼道，包括鬼道都能够听闻圣身佛法乃至圣身的密法，他都可以接到灌顶，而且具足成佛的三昧耶戒啊或无量福报。所以这个嗡上面也十多番，各位对今天开始统就七遍了啊，然后这样来帮助鬼道众生，再来就辨识咒，辨识咒念完就是甘露水咒。那么说罗伯伟，当然也罗大智罗，说了说了不难说，不难说了说不了。那么这个佛说甘露经陀罗尼来对供养，有念这个甘露水咒念七遍，往空中只要散一滴，这个一滴水啊。都变成十斗的大甘露，一掉在地上，一切鬼道鬼神啊，一拎掉，哎呀，没有一个缺乏，每一个都可以喝到水，皆吸饱满。所以各位在念咒的时候，即为力量，包括弹洒空中这两个动作都要做啊。各位呢，坐在老顶嘛，要紧，坐在前面所在嘛，要紧。念完以后，那么说了不会，那哪里都那只龙，说了说了半来说了半来说，就把这个水。整杯或是这样滴出去，那么一切鬼神得清凉。那个时候流出来的甘露水，佛经叫什么呢？叫般若甘露法水啊。这里面还要让这些鬼道啊脱离执着，得到般若智慧的甘露法水。所以金刚丹达刚龙来念七遍啊，那么说了不会，但他也都到处龙说了说了不能说不能说说不，给他压出去压出去啊。那么这样一切鬼道啊，一个都不缺少的，都得到了般若甘露法水啊，就甘露水咒。那么甘露水咒念完以后啊，还要念一字水轮咒啊。这个一字水轮咒，各位在念的时候啊，来念下来，嗡换换换换换。那么这个一字水轮咒事实上是五方佛啊，我们也叫金刚五字真言啊。金刚五字真言里面代表金刚部，代表水啊，叫地水火风空，结果呢也代表五方佛里面的西方阿弥陀佛的啊种子字。所以这个一论水轮咒也叫毗卢遮那一字心水轮观陀罗尼咒啊，这么长。所以金刚顶经它叫五部真言，这五部真言各位一起跟我念下来，阿幻烂汉欠，就这个力，这五字念完啊，就把五方如来的功德啊一起记住，乃至啊密宗里面的五部啊重点都记住啊，也代表地水火风空的一切都圆满。所以那我们只念第二个字啊，就念幻，就代表阿呢，来念一下，阿幻烂汉欠，阿幻烂汉欠，阿幻烂汉欠啊，这个阿代表阿处如来啊的净土成就，幻哎也代表阿弥陀佛啊，就放出了什么？为什么要说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八功德水。所以我们在念这个嗡换换换，放出来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是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这个八功德水也是代表八正道的圆满，所以众生只要一吃到沾到这个八功德水，就得到了八种的清净乃至入解脱的八正道，这个换啊。那么烂呢，烂呢代表宝身如来
啊，汉代表不空成就如来，欠代表大日如来啊。所以各位在念这个嗡幻幻幻幻幻，来各位来蚯蚓金刚丹，对吧呢？然后你水放在你手上的时候，然后在念的时候是随着嗡幻幻幻幻幻，哎，你要观想你的手啊，正手心的时候放出白色的佛光，这个八功德水的极乐世界的水就从你的手心这样子的流出来，乃至你眼前的全部的水都变成了这样子的八功德水啊。所以要观想你这个八功德水都变成好像牛奶一样流出了一些甘露醍醐，让接触到的众生皆得离苦，走向涅槃。嗡幻幻幻幻幻，所以各位阿伯看到水滴啊，你来手撑出来，嗡幻幻幻幻幻，然后你要观想你的手心发烧哦，啊，流出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就从你的手心，乃至你被你手心所照触到这个白光啊，都变成甘露水，啊，八功德水，哎，那你这样都有无量的功德。那么念完以后就是如海真言啊，那么这个如海真言进一步也是这个白光，只是那个时候在念的时候手就不动了啊，那么上班多莫多兰嗡幻，那么上班多莫多兰嗡幻，不动不动，你要观想你在手上的这个明点，这个放出的甘露好像下雨啊，就从你的手这样冲出来啊，这个下雨就把一切的食物跟水合为一体哦，就像白牛奶白豆浆一样啊，这个时候就不动了，就放在你的手上啊。所以偶义大师啊给我们说啊，所以念这个咒的时候就把种种的微妙的饮食啊，因为各自分开啊，就完全给它融为一体啊，融为一体，让每一个众生能给你说波西的一切喜物都融为一体，每一个轨道众生呢、啊、都能够享受到，这叫啊慈济慈悲普济一切，所以还要加念这个如海真言，令他们身心饱满啊。所以各位那个时候在念这个咒的时候，哎，你要观想咒的力量，观想力啊，然后呢，你身上、你手上这个明点哦，放出了白色的光，然后啊，这样种种力量的圆满，化少为多，遍满虚空啊。所以刚刚呢，你的观想古灵啊，浓浓的牛奶从你手上啊流出来呢，是照这些食物通通融为一体啊，念的那么上满朵木朵的嗡幻啊，普供养咒，那么。佛经说你念这个普供养咒的时候，那么一切食物啊都变成有如真实一样啊，那么供养一切众生，那么念完以后，那我们要念七佛如来加持啊，七佛如来加持，加持完以后，那么就是结愿啊，结愿的地方就神咒加持净法时，这样那各位在结愿的时候心里还要能够观想嗡阿哄啊，念完一句啊，念完嗡阿哄，那么这样子再加持一切的水，然后遍洒一切啊，遍洒完了以后，那么施无遮，为什么要念施无遮啊，念这个施无遮的时候念下来，嗡穆尼林梭哈，嗡穆尼林梭哈，啊，念这个施无遮真言的时候，啊，各位叫一切的，不管大鬼小鬼，任何都没有障碍的享受。那你要打手印的时候啊，那么他写这样啊，打手印的时候，右手满愿。满众生啊，愿这个变成甘露手，那么从你的手指头在念这个嗡穆尼林梭哈的时候啊，啊要观想白色的看姆，那么从你的手上把这一些食物啊
全部留在一些鬼道地狱道的啊头上，除了他们的业火消灭，得到一切食物啊的供养啊。那么再来念的是普供养真言啊，念下来安夜夜啊，三宝啊，袜子来后啊，念这个普供养真言的时候，一样观想白色的嗡啊，嗡嘛那边没有嗡嗡啊嗡的嗡啊，白色的，然后那么打手印的时候，那么有一点类似啊三昧耶手印，只是后面两只下来啊，中间有一点浮出来啊，安夜夜朗上波啊瓦子来后啊，然后观想啊，那么从你的心透过这个手啊，白色的光一照处，那这个白光里面充满了一切的食物，包括刚刚所变成的如海真言啊，那么所变成的食物就从这个白光啊，让六道一切众生无分贵贱啊，强弱运轻，悉得饱满。就算各位没办法做这样子的观想，你愿意打这个手印跟念这个安愿呢，上不好袜子了后的时候，最大的情况是一切供养物都变成真实的东西啊，不是你观想的哦，变成真实的，遍满了一切苦道众生。所以这些苦道众生有如在极乐世界一样，得到这样子的布施供养，快快乐乐的啊。所以咱点那两这个普供养咒啊，所以只要能够念满三遍，那么各位你要常这样念了、啊，你自己所生出的善愿悉得成就，悉得成就。那么不供养完以后，我们就要给他念心经啊，希望他不要执着这些供养，让他享受啊，让他身体离苦，去除暴障业障，因为他现在恢复清净，但是你要断他的烦恼障，那断他的烦恼障啊，就要念心经，让他走入空性的思想。那么一般我们心经念完他念什么往生咒啊，那么这个往生咒的功德利益，那么特别我们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啊提倡，偶益大师啊啊，他要求那个时候大家念往生咒，念五一百天内念完500万遍啊，来帮助我们永明延寿禅师一天念满27种咒，每一种咒都念1080遍啊，所以念佛更要持咒。那么这个往生咒，佛经说你每天扎耳能够念满21遍，就能够消灭4重罪、5逆罪、12罪乃至谤法罪都可消除。所以这个两会的人最怕谤法，我们过去啊不用阿含了、啊、不要密宗了，谤法那不行啊，所以特别要念往生咒来灭除，早晚念21遍4重5逆12谤法的罪业都念，都能够消除。而且念这个往生咒的时候啊，阿弥陀佛经常在这个念诵者的头顶放光，各位如果能够念满20万遍往生咒，菩提芽生不退转，理解人一定成佛，菩提芽已经爆了，生出来了不退转，念满30万遍即见阿弥陀佛，在念诵的定中或在梦中看到阿弥陀佛。所以另外一部经上念满10万遍见弥勒，念满20万遍见观音，然后菩提芽生，念满30万遍啊见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往生咒经里面说，你只要念一遍业障就消灭了啊，何况念多遍，若出家比丘，比丘尼犯重戒，你只要念满7遍，你的啊这些破大戒都可以清净，戒品恢复清净，那能够念满10000遍，那么就不会忘离菩提心，随时知道自己在修菩提心，念满10000遍，而且临命中上品上升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两会的人，那么除了念阿弥陀经，一定要念往生咒，就是这个意义啊。所以大概啊，哎，我们在做大蒙山师时也念诵了这一些咒语啊，
跟各位做简单的解释。那修道呢，我们在做的时候，那我们就多了一个了解跟观想啊。好，那我们再休息10分钟，准备做大蒙山啊。好，阿弥陀佛。